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入侵濑户》，我是 Abel。我来日本之前呢，我有先提前预定了 TeamLab 的艺术展门票哦。那所以这一期的内容呢，就是要带大家来马步台之秋 TeamLab 他们在这边的一个艺术展览。那他们是在今年2024年进驻马步台之秋的。他们的那个展览呢，是使用了数百台的投影机跟电脑呢，然后创造了很多光影的一些变化。他们的展览的那个名称叫做无边界美术馆。里面的所有的展品呢，全部都是可以跟他亲自互动，就是你所有的游客呢，都可以自由的跟这些展览做一些互动。里面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设施，据说整个展览逛完哦，大概差不多要将近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预计会在这边待的蛮久的，那现在就带你们进去看看，里面的那些展都是长什么样子啊？是不是真的很漂亮？而且里面的这些展览全部都是可以摄影的。那现在就跟我一起走吧。这是他们入口的一个特殊的设计，有一个角度的设计，就是在这边照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字呢，好像是浮在空中的那种感觉。那进来整个会场的前面呢，它也有设置了很多像置物柜啊，然后还有这些就是雨伞可以让你是锁起来的地方，但你们千万要把雨伞的号码记起来然后柜子里面就是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那我们就要开始入场啦。Wonder, explore and discover. Come on, Akashi, Akenru. Team Lab Borderless has no maps or routes. Jima Wara.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浮夸的。真的是建议大家来这边的时候要穿那个白色的衣服，因为那个灯光的效果啊，打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明显，而且这样的拍照的效果也比较好。那我会蛮建议大家，就是来的时候先事先下载这个 TeamLab 的这个 app 哦，然后呢。如果说你开启了这个 app 之后呢，那它就显示说你这个附近有什么样的作品然后点了之后呢，它就会跑出来，然后呢会有一些作品的那个解说这样的滑上去就会有它的中文的解说。那里面呢，因为有一些它的那个作品呢是需要先预约的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是预约了之后，然后再过去那个作品就是去观赏。它这边其实很多里面的那个作品都是随机出现的，所以像这个你看到这个蝴蝶呢，待会出现的可能就是别的东西所以非常的有趣，而且不会无聊。然后它整个会场里面其实都充满了香氛那里面的冷气的那个舒适度也非常的好，所以整个会场其实逛起来非常的棒这里连地板都是充满了光影的表现真的是很浮夸。然后地板上看到的这个线条这个流动它其实是跟着我跑的。跟着我跑过来了。所以这边展场的作品呢都会跟着观众然后就是会互相的影响它呈现的效果都不一样。
对，哇对。好像我在整个蝴蝶群里面，真的是超级夸张的，有够漂亮的。你去跟这些互动啊，它这些蝴蝶，然后你拨它的时候，它都会掉下去，都会整个就掉下去了。突然觉得好残忍。这个空间非常的错综复杂，然后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柱子、铁柱，我觉得如果不注意的话，真的会撞到。然后天花板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装饰。这个地板的草也会跟着你，就是走动过去呢，然后会跟着你互动，超漂亮的。这个展品的设计，它其实是可以拨开这些草丛，可以走进去的。Thank you. 这间充满灯光的这个作品的房子哦，那工作人员有特别提到说，这边的东西的作品是不能碰触的，但是真的是很美哦，非常的美。哇塞，超漂亮的啦！这个真的现场的那个视觉的效果非常的震撼哦，然后搭配着音乐。
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我光是待在里面就感觉非常的震撼了。然后他的这个作品会一直在不断的变换了，真的是很漂亮。这一间的作品呢，也是不能够碰触哦，就静静的观赏作品就好了。这一间是充满烟雾的一个房间啊，它充满了水雾，然后呢就会看到就是有很多投影，然后这边在跳舞，有很多作品在跳舞，真的是很酷哎。这个作品就站在我的旁边，哎。这个房间呢，我一走进来呢，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头晕，它是用一个光线的错觉，让你在这边有点空间感，有点迷失，有点丧失，然后看起来好像感觉墙面会动，对不对？但事实上墙面是不会动的，它那个都是光线。我头真的超级晕的，天哪！但是真的好美哦。这一间里面都是一个一个黑色的方块体的结晶，然后上面会映照出投射的作品。这个真的就要蛮小心的，小心撞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喝茶啦。这个是他们进去喝茶的价目表，然后下面有一个组合，就是茶跟冰的一个 set。这边就是喝茶的地方哦，那里面大家就是桌上都会放一碗茶，然后大家都坐在这边看着你碗里面的茶，然后呢浮现的那个花的那个效果。バリケーが休めるくらい。然后茶面里面就会一直长出，不断长出花朵。那但是这个效果呢，在你的茶碗里面呢，如果说已经没有饮料的时候呢，这个效果就消失了。这个真的是超级浮夸的，喝一杯茶就可以得到这种效果。然后你把它移动过来，它就会在这里重新跑出效果来。又开花啦！
这个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最新的作品哦。然后当你人就是靠近这些泡泡的像肥皂泡泡一样的灯光的时候，它就会颜色就会变得不一样，然后就会传到其他旁边的球体。这个其实是它的地上，然后地上是镜子，那个整个反射其实非常的漂亮。OK， 我们今天这个 Team Lab 的这个秀哦，这个展场之旅哦，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我真的是非常推荐你们来东京的时候呢，去上网订票，然后特地过来看一趟这个展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光线啊、光影的这种变化，还有就是跟就是观众之间的那种互动啊，其实都是我非常的棒。而且它不是只有光影而已，它还有利用一些跟烟雾还有水汽的一些投射。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真的是很漂亮，我非常的震撼。而且有些作品它你互动起来甚至还会有一点晕眩，有点头晕，真的是蛮有趣的。
那这一集的影片到这边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希望你们还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Thank you.